呢个平台人士，呢个警官警告你哋嘅行为已经触犯咗未经批准嘅集资，呢个系警方嘅警告，你哋嘅行为有可能会被拘捕及检控。呢个系警方嘅警告，喺技术之间明电呼吁以及平台嘅人士留意。你哋嘅行为已经干犯咗未经批准嘅集结，你哋嘅行为有可能会被我哋拘捕及检控。立即上去，影住上面包括黄口罩、白 T 恤、黑围巾嗰个。另外喺五月方案嘅呢一排，包括黑口罩，另外呢位男士。黑色保护罩呢位同样地，你的行为有可能已经干犯了未经批准的集结。咁啊，何继成喺度嗌咪啊！立即散去，立即散去，否则我哋警方稍后会有要我嘅行动检控你哋。呢个系警方嘅警告，你哋嘅行为，你哋嘅罪责，如果可能系违反三九七限聚令，四人以上嘅限聚，立即散去，包括喺楼上平台三个小区。我喺度等林佳，我真系机会俾票控嘅。行为违反五大九条，更有可能违反公众地方行为不检以及立即离开，立即散去。我哋警方俾咗足够嘅时间同机会你离开。門口那些市民不是扮記者那些，應該會管聽他們，給他們，現在給他們機會，即刻離開，上面都可以收工，現在警察給時間機會離開，記者的留下記者證，出示了記者證，其他人士離開，上去，不要再在逗留聚集，稍後我們會將你們圍起，叫你們，現在進來可以做事，走開一點，麻煩你們，他们不走，我们会拉他们，等等你走先，去明电方那边，给你们机会，你们即刻上去，警方俾你嘅警告，喺距離咗住高明電方地下及一樓平台嘅人士，你哋嘅行為，我哋嘅未經批准嘅集結，嗱記者朋友，呢個係警方俾你嘅警告，而家俾機會你離開。出示翻你記者證，喺我
哋警務人員點樣位置。多毛巾得未？單人商場咧就而家有散咗好多錢啦，得翻啲記者嘅啫。呢個就幫我整到。咁樣落正行，記者行開，你哋警告未？警告！你哋已經違反咗。你哋已經違反咗警方。Thank you.
犯相關規例，並遭受判罰。現場人士留意，這個不是警方的呼籲，根據。